请掀开经本，科会第四十一面第八。昨天讲到至息极静身，今天接着我们看下面一句，无生无灭身，设立无为身，每一句里面所包括的内容都是非常的深广。至息极静都是自信的等等，是大乘法修学的纲领，这个道理不能够不懂得，理明了之后我们就会欢喜修学，不至于懈怠。在我们现前凡夫境界当中，印光大师给我们的教诲，非常契机，也就是适合我们现前修学。他老人家教我们顿轮敬分，闲闲沉沉，这两句话可以说适用于世尊末法时代的九千年，决定不能违背。轮就是轮常大道，儒家说，佛法也讲，佛法讲的比儒家的范围更广，义理更深。儒只讲到人道，佛法不但讲到九法界，还讲到一真法界。总而言之，事出世间法就是伦常大道，就是因果的定律。那么什么叫做轮？什么叫做常？如果对这个名词术语没有正确的认识，当然不能落实在生活当中。轮具体的说，中国古圣先贤所说的五轮，五轮是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这个是自然之道，绝不是说某一个人的
学术啊，某一个人的理想不是，这是自自然然的法则啊，大自然的法则啊，人有，畜生也有啊，恶鬼也有啊，啊，往上看呢，看天道，那更不必说了。这个就是我们平常啊，在讲堂里面常常讲的人与人的关系啊。我们要想在这个一生得到幸福美满的生活啊，第一个要紧的事情呢，就是把人际关系处好。人祸就没有了啊！人祸从哪里来的？人与人的关系处不好吗？啊！现在伦理道德没有人教了，不但没有人教了，也没有人讲了啊！伦常道德在现在这个社会是全面崩溃。几乎灭亡，这个东西灭了之后，古人给我们讲，天下大乱啊，天灾人祸人民要受极大的苦难。什么时候你才能够脱离这个苦难呢？什么时候这个人伦道德恢复就脱离了啊？总而言之，你们不能恢复啊，那永远是苦。为什么呢？社会没有秩序。你是一个家庭啊，父不父，子不子。这个兄弟姐妹、家亲眷属，啊，在一起生活都像仇人一样，这个家还会有幸福吗？啊，佛法最基本的教学，我们修净土啊，世尊。在这个观无量寿佛经里面告诉我们，净业三福啊，是修净土的根本啊，基础的基础啊。这三条，头一条就是教我们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啊，这两句诸位想想，岂不就是儒家讲的孝悌啊？孝养父母是孝，奉事师长是悌所以圣人之道只是一个孝道，一个师道而已啊，孝道跟师道相辅相成，孝亲尊师社会才会安定，人与人之间才能和睦相处啊，人祸可以消除了，那么还有天灾。天灾从哪里来的呢？人与自然环境相处不好，天灾来了啊！我们跟这个地球上所有的动物相处不好，植物相处不好啊，矿物相处不好，
破坏地球生态的平衡，破坏自然的环境啊，于是这就引起水灾、风灾、地震，就引起这些灾难呢？我们今天讲天然灾难啊，实际上不是天然的，都是人为的，不懂得跟这个自然环境相处啊。第三个，天地鬼神，天地鬼神真有啊，不是假的。今天中午我到学会，中国大陆的同修带来了一个一片光碟啊，是东北一个万佛法会里有几个人被这个他们讲是众生缠身。什么众生呢？冤亲债主啊，附在身上啊。我今天是看两小段，第一小段看的是狗附在身上啊，这个狗被人杀了啊，附在身上呢跟那个人逃命啊，那个样子跟狗一样，叫的声音也是狗叫的啊，那不是表演的，不是演戏，那是真的啊。那另外一段看的是，也是一个女居士，大概喜欢吃那个蚕蛹，吃的很多啊。这个蚕蛹不得了啊，那数量很多啊，都附在他身上。看他那个样子，那个头转的就像蚕一样啊。大家给他念咒念佛啊，来超度他，我看他没有感触啊，看了个样子很可怜啊。他们告诉我的时候，总共有十几个人都是遇到这件事情啊，但是前面呢大家忘了录像啊，只后面录了四个人。这是现身说法了。我们跟天地鬼神相处的不好啊，啊，惹来这么多的灾难。啊，那么像这些事情，我在这一生当中亲身遇到的有十几次了，这个一点都不假了。所以圣贤教导我们没有别的，第一个大事情是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啊，什么大事呢？把宇宙的真相为我们说清楚、说明白啊！《般若经》上讲的诸法实相啊，啊，一切法的真相是什么？说清楚、说明白。你要真的通达明了了，那就叫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见性成佛。其次的啊，这个说事实真相，真正能够悟入上上根人的，不是普通人的。对中下的人呢，那就是教我们啊，怎样做人，人际关系处好啊，跟自然环境这个关系处好，跟天地鬼神关系处好。我们这一生一定很幸福很美满。
世尊在此地举的这个例子，几个例子，解释可深可浅，可广可狭，能适应一切不同的根基。上根人上根人的说法，中根人有中根人的说法，下根人有下根人学习的方法，没有不得理的。对下下根人讲，断恶修善。中人以上有一点智慧，一定要懂得孝亲尊师。孝亲尊师是大道的根本。孝道、师道做圆满了，那是就近佛果。即使是等觉菩萨还没有做到圆满。孝是讲的顺的。孝要顺的。讲到究竟处，那就是你懂得孝顺信德，起心动念一切作为不违信德，这是诸佛菩萨的大孝啊！尊师重道。是替替的意思呢，是能够随顺老师的教诲，把这个意思引申，随顺长辈的教诲，随顺贤人的教诲。用现在的话来说，尊重老师。尊重别人对我的教诲。这是我们修行。拿世间人来说嘛，他修行的目的无非是求得人天福报，这世间一般人所需求的。你能得到。真的是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上根人他不求人天福报。他知道人天福报不究竟。他要求就近的果报。就近的果报是不生不灭。在佛法里面称为大般涅槃。这个一般经教里面讲的永脱轮回，了生死，出三界。这上根人他所求的。能不能求到？只要你有信心，没有求不到。佛事门中有求必应。
但是求有理论，有方法，如理如法，感应不可思议啊！那一般我们所祈求求不到，没有感应啊，没有感应，是因为自己有业障，把感应障碍住了啊！这个时候，你要细心去反省，去检点，把自己的业障找出来，把业障消除，感应就现前了。这些方法是50多年之前张家大师教给我的。我用了52年。真的有感应，我不是随便介绍给大家，我是通过50多年的实验，真有效啊，确确实实有求必应啊。所以理要懂，理是呢一定要随顺心得啊。换一句话说，你所求的是善法啊，如果你求杀盗淫妄，佛菩萨不会保佑你啊，佛菩萨不会加持你啊。所求的都是利益众生的，利益社会的啊，不为自己，感应非常有效啊。那么这样的求，有的时候也达不到很好的效果啊，那这里就有原因啊。我们自己确实尽到了真诚啊，清净平等慈悲啊，用这个心去求啊，还没有感应，众生有业障啊，这个没有法子了。但是自己这个戒定慧三学啊，肯定是增长啊，向上提升了啊，像弘法利生这个事情呢，就有障碍啊，这个障碍是众生的业报啊。纵然有障碍，我们也都要有法子突破。末法时代，尤其是现前，社会风气不好啊。对修行人来说呢，障碍重重。啊，这个社会名利、五欲六尘的诱惑太大。几个人能经得起诱惑啊？六根对六尘境界能够真正做到不起心不动念，说老实话，除了佛菩萨再来实现，凡夫做不到啊。古人说得很好啊，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个社会是大染缸啊，严重的污染，哪有不污染的道理？有一些从事于教育工作的同学来告诉我，
学生最好教的啊，这学生最听话最好教的，什么年龄呢？3岁半啊，大概3岁半到4岁半的时候最好教啊，再大了就不行了。啊，这些同学们教小朋友念《弟子规》，学了他真会做到，但是到5、6岁的时候不行，他看看他的爸爸妈妈没做到，他就怀疑了，哎，你叫我做，你怎么没做到？如果他再到学校去看看一些同学，老师也没做到，他就不愿意再学了。这是社会的一个大环境啊。什么人有能力克服这个大环境？我们想到这些事，看到眼前这个社会状况，不能不令人伤感，不能不退心啊！退心之后，自己回到家里关起门念佛求往生。除这个办法之外，那再找不到第二个办法了。啊，这个念佛往生也是度众生。啊，现身说法了。他现在虽然不能接受，啊，麻木不仁了，无动于衷了。到他将要死的时候，他会想到，哎呀，某人走的时候那么自在，他会想到。啊，这个佛法里头常讲啊，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你视线给他看，啊，他看见了，这一粒眼根呢，也是永为道种。啊，阿赖耶识给他种了佛的种子。这一生不能成熟，待来生后世，缘成熟了，这个种子会起现行。所以问题，这关键的问题是问自己，不要问别人。自己一定要做得很如法，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先成就自己，再才能够感化别人。自己不能成就，起不了感化的作用。学佛对于这个一定要有坚定的信心。我们这一生才能有一点小成就啊！所以止息啊，该止的一定要止，该做的一定要做啊！无论是止，无论是做，在这个里头啊，要学极静啊，这个学极静呢，就是修定的。无论是止，无论是坐，怎么样与极静相应呢？止坐里面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心就能定下来了，定生慧呀。
啊，智慧，你才真正对一切事理通达明了。善生福，啊，心地善良，行为善良，你就有福报了。啊，你要想求得福慧，那么你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你好好的修清净心，啊，修慈悲心。慈悲心是善心，为众生，为正法救助，啊，不为自己，那就有感应了。黄念祖居士在注解里面引用《止观》里面的解释，啊，《止观》里面说：“法性寂然曰止，寂而常照曰观。”啊，又说：“无明即明，不复流动，故名曰止。”朗然大净，呼之为观。这个意思很深。大乘经上佛也常说：“烦恼即菩提。”体是一样，心动了啊，就起心动念，心动了就生烦恼，心不动呢就生菩提，菩提是智慧。这个道理我们学佛的人要懂啊，啊，见色闻声六根对这个六境念头才起，自己立刻就觉察到，啊，宗门大德常说的不怕念起，只怕觉知，啊，念起就是起心动念，这是一个自然现象。如果境界现前，你不起心不动念，那你是佛再来的吧？你不是凡人了吗？那凡夫起心动念，那是正常现象。要紧的是要立刻觉悟。你常常能够记住止观上所说的这个话，啊，境界现前，我起心动念了，烦恼现前，迷而不觉，啊，我不起心动念呢，智慧现前了。怎么样转烦恼为菩提，就在一念之间呢，一念聚而不迷，烦恼就变成菩提了，生死就变成涅槃，一转一切转。要转得快啊，啊，止观里都有讲啊，中道即法界，法界即止观，止观不二，
尽知女意，这个意思说得很好，这个也不是凡夫境界。直观不二，尽知是一，这什么人境界？就是华严经上讲的化身菩萨的境界。我们虽然初学要懂，要认真努力去学，在哪里学？日常生活当中学。这真正叫练功啊，工作里面去学，处事待人接物。我说的很简单，大家都好懂。学什么呢？学不给一切人对立，不给一切事对立，不给一切物对立。实际上就是普贤菩萨给我们讲的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就学这个。对立就错了，对立麻烦就大了。法性里面没有对立，永远找不到对立。你看，法性里面没有大小。没有凡圣。没有生死涅槃，没有烦恼菩提，它都是对立的。我们在六祖坛经里面读到，六祖大师说法对印宗说的，印宗问他禅定解脱，他的回答说，禅定解脱是二法，佛法是不二法，二法不是佛法，这个二法对立了，法性里面永远找不到对立。所以法性叫不可思议。你有思维，思维决定是二法，你才会落在思维里头。言说也落在二法里头，你才有言说。入不二法门呢，就是不可思议。那一切是真实的。为什么那些人能入，我们入不了呢？这个入不了不是别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妄念太多了，分别执着太严重了。离开妄想分别执着，就是不二法门。就是直观不二啊，就是至净业如啊。这底下一句无生无灭身，宇宙之间一切事、一切理、一切现象，本来无生无灭。
人王经常说，一切法性真实空啊，不来不去，无生无灭。许多大乘经上佛常说，一切众生于无生灭中妄见生灭，是故说明轮转生死啊！这是给你讲真话，讲真话怎么样呢？这话我们听不懂。如果给你讲一切法有生有灭了，我们都会点头。你讲的不错。讲一切法不生不灭，这话听不懂。真相啊，确确实实不生不灭。昨天我们谈到科学家讲的宇宙万物的缘起，他们现在知道这个生灭的现象不是真的。而是一种波动的现象。离开了波动，宇宙之间确确实实无有一法存在啊，包括虚空。时间跟空间也是属于波动的现象。所以心动了，心动了啊，就出现状况了。心定了啊，这些现象都没有了。永嘉大师禅这个正道歌上说的很好啊，说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呐。梦是什么呢？一时在妄动，变现出梦境。醒来之后啊，一时被意志控制住了，梦境没有。我们今天这个宇宙的现象，实在讲是梦中的现象啊。可是这个梦啊，不太容易醒啊，一个梦一个梦继续做下去，做得很苦啊。什么时候你能够梦醒呢？你真正觉悟了，醒过来了，醒过来之后才晓得真的不但没有大千世界，时间空间都没有那个觉后的境界是什么呢？觉后境界是发心佛经上讲的发性身发性土称为一真法界有没有相呢？那个相是随缘现的可以现相，也可以不现相，绝对没有念头
哎，我现个相，那你已经起心动念了。啊，那个相现前是，那是妄相，不是真相。真相呢，没有念头。啊，那真相现不现呢？现。为什么会现呢？感应。众生有感，佛菩萨有应，应是自然的。啊，感有心，有无心。但是应呢，决定是无心。啊，应里头决定没有是有心的。啊，无心的。啊，那么这个事情现在这个科学家在植物在矿物里头做试验得到证明。佛菩萨应现在十法界，现无量无边身土啊！啊，那是应现的，啊，确确实实没有执着。应现，应现里头没有生灭，啊，为什么没生灭？这个速度之快，我们没有法子体会啊！可以说什么？生灭同时啊！生灭同时，这生灭这个相啊，你就看不到了，速度太快啊！《人王经》上佛讲的那个例子啊，那我们能计算得出来啊，一秒钟。大概是216000次的生命，这是如来的方便说，不是真实说。啊，我讲华严，华藏世界品，这品经很长，还是在新加坡讲的。啊，我记得。就是讲这一句经文呢，好像讲了7-8个小时。啊，速度实在是太快了。我跟大家解释没有用人王经。啊，用人王经那个数字不大。我用大家平常都能够明了，而且不会怀疑的，我用光的速度啊，光速现代学科学的人都知道，一秒钟它的速度是30万公里啊，那么光走1公里一秒钟的30万分之1了，30万分之1秒，光走1公里啊，比《人王经》超过太多了啊！那么你再想想光，光啊，走1公里是30万分之1秒，它要走1公尺，走1公寸。走1公分呢？啊，走1公分的10分之1，1公分的1000分之1，1公分的1万分之1，你才晓得释迦牟尼佛在《人王经》上是方便说啊，不是真实说啊。啊，佛的智慧。对于宇宙1000000000事万物的真相了解的实在非常透彻啊，他是用什么方法知道的？甚深禅定，就是这个地方讲的知悉极尽啊，能够真正见到一切法不生不灭。
诸位要晓得，如果一切法真的不生不灭，你说个不生不灭不就多余的废话吗？真的有生灭，有生灭你看不到它的生灭，那就是生灭同时，它确实有生灭，不是真的没有生命。那么这是这也是含问，细心的去观察去体会，了解它的真相啊。了解之后晓得，这个现象是虚幻的。存在的时间太短，你没法子想象。那我们今天所谓看到这个现象呢，这个现象是一个相续相。把相续相误认为是真实相，我们错在这个地方。所以一切法当体皆空了，了不可得。这才是事实。所以真正了解事实了，你自自然然会放下，你不再执着了。你心地坦然清净，逐渐逐渐呢，跟诸佛菩萨所证得的境界靠近了，这是好境界。对于世间所有一切的五欲六尘，决定不会再贪染。为什么呢？确确实实像《金刚经》上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般若经》上所说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但是一切法的现象，随心应量，《楞严经》上说的。这句话不仅仅是在如来化身菩萨境界里面，我们凡夫哪个不是？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不一样在哪里呢？诸佛如来觉，我们迷。除了觉跟迷之外，凡圣不二啊，不同的就在觉迷啊。觉悟的人他受用自在，迷失自信的人受用不自在，差别就在此地。下面讲到舍利无为身，这是如来果地上的能的现前。那我们要晓得，如来所有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华严经上说得很明白，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我们跟佛差别就在此地。如来的智慧是圆满的，真正是无所不知。
一切众生，你心里头所想的，他都知道。啊，我们读《无量寿经》，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虽然是待业往生，但是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他的能力作用几乎跟七地菩萨差不多了，这不得了啊！天眼洞视啊，到西方极乐世界，视野放宽啊，眼见没有障碍了啊，在西方极乐世界，你能够看到这个地球上的人。啊，你的那些亲戚朋友在干什么？清清楚楚。啊，我们看不到他，他看到我们呢。我们在黑暗地方彼此看不见呢，他能看得见。啊，黑暗的地方他也看得很清楚。天眼洞视，天耳却听。啊，我们在说悄悄话。人家听得很清楚，你瞒得了谁呢？我们心里起心动念，他心便知，他有他心通。我们起心动念都知道啊，啊，所以我们要是动个不善的念头，这自欺欺人，欺不了佛菩萨了。佛菩萨通通知道，通清楚啊。所以我们修行有没有成就啊？我们自己没有把握，佛菩萨看得很清楚。你真有成就的时候，他来接引你啊，你没有成就，他不来。啊，所以能力机会都恢复，智慧也恢复。啊，相好也恢复了。西方极乐世界这个福报是平等啊，到那个地方去，每一个人的面貌都跟佛一样啊，这个身体之好也跟阿弥陀佛一样，那个世界叫平等世界。是得佛力加持的，不是自己修得的。佛力虽然加持你，自己还是要修。为什么呢？自己不修啊，那你就一生要靠阿弥陀佛，你不能独立了。啊，一面靠阿弥陀佛，一面自己真正用功。啊，哪一天自己成就了，烦恼断尽。啊，自己自信的德能恢复了，就不靠阿弥陀佛了。啊，去的时候真的要一段时期依赖阿弥陀佛。啊，必须在阿弥陀佛那培养出自力。啊，恢复自己自信本具的智慧德能。啊，智慧德相，德就是德能，相是相好。啊，所以你看成佛啊，这三桩事情啊，智慧、能力、相好就是福报嘛。那我们现在世间人所求的，也是想求智慧啊，求这个技术能力啊，也想求福报，我不求这个啊。真正达到究竟圆满呢，在佛门里的求啊。
所以诸位啊，你们年轻的出家人，你要真正懂得这个道理，现在去念什么大学，念什么硕士、博士学位，浪费时间啊！说老实话，什么都学不到啊！学了一些什么呢？学了一些名闻利养，学了一大堆烦恼啊，学了一些分别执着，什么也不是啊！现在这个社会上，博士太多了，社会这么乱啊，哪一个博士能拿得到办法的时候，能把这个世界的时候，能让它干净一点呢？啊，能够带给社会安定呢？没有啊！啊，为什么不好好学佛，浪费这种时间？啊，我跟大家讲的是真话。啊，你要想真正求智慧，究竟圆满的智慧，定中学啊。啊，佛说的很好啊，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那现在我们就知道了，我怎样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你放下一分，你的智慧德相就透一分；放下两分，那你就得两分。你真的懂得这个道理，真懂得这个方法，你就会修了。啊，我们凡夫。今天修学环境不好，外面的诱惑力量很强大，所以古大德建道场，帮助初学，道场都建在深山里面了，人迹罕至啊。原理都是。不但远离都市，连村庄都远离。啊，找这样的清净环境来修行。时间都是很长啊。啊，几年、几十年不下山。他成就了，他心定。智慧德相现前了，度化众生是缘分，缘分没有到，不要强求，强求总是烦恼。啊，不但度不了众生，给众生添了很多麻烦，给众生带了很多灾难，那叫度众生吗？啊，佛法是四道，古时候中国跟印度许多理念都相同。尊师重道啊，知问来学，未问往教啊。啊，只有化身菩萨例外。啊，为一切众生做不勤之友。你要晓得，那是化身菩萨，那不是普通人啊。化身菩萨有能力啊。在红尘里面，啊，一丝毫他都不受影响，他有这个能力，啊，这才行啊！
但是今天呢，科学技术进步，我们可以利用这些东西弘法利生，跟大众不接触，在摄影棚里面讲经，用卫星，用网际网络传出去，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在荧光幕上来学习，影像音声都能传出去，所以可以弘法利生，不受外面环境影响。所以道场还是要建立在深山里面好啊。那么中国古来祖师建的道场啊，我想你们到中国去旅游都去参观过啊。现在怎么公路修上去了，有很多地方听说还有缆车。从前是怕人上山，现在是唯恐大家不上山。这个事情就难了。所以古道场嘛，有这个历史悠久。可以说那是文化遗产，开放做观光旅游我也赞成。我好像是在86年还是88年第一次到中国跟这个特老见面的时候，我就跟他谈过这个问题。中国大陆这些道场开放了做观光旅游，替国家收外汇，好事情啊。真正修行的道场，教学道场重建，决定不能在这个从前地方，为什么？那个地方已经出名了，决定不能修行，不清净，另外找地方，找地方建道场呢，不要多，我那时候跟普老建议，中国只要建十个道场，一个宗派建一个道场，现在交通方便，道场呢？也不要称什么寺、什么庵、什么堂，不要搞这些了。那是古时候的名词，我们现代人要用现代的名词，现代修行的道场用学会，教学的道场用学院。这个学会是夏天居老居士提出来的，这么多年来。我们来推动现在也相当普遍可是真正想成就呢，我想来想去还是印光法师的教诲有道理道场建小道场，不要建富丽堂皇，劳民伤财啊。小茅棚最好啊，人家看的也不起眼，自己也没有留恋不会起贪心，容易放下了。住众呢，不要超过20个人，决定不化缘。20个人的生活容易，有几个这个得力的护法，他们的问题解决了，不需要化缘，不做法会，不做金蝉佛事，不收徒弟，不传戒，甚至于经都不要讲，每一天功课就像一般佛起一样。
常年佛起，个个有成就，他心是定的。印祖讲的很有道理啊！人少啊，一般人也瞧不起，也不会把你放在眼睛里头啊，不会找你麻烦，心安定啊。现在这个社会走向民主，民主政治。这大家都着重在选票啊！如果你这个道场大，信徒有几千人、几万人，这些政客常常就要来找你麻烦。为什么呢？请你支持啊！哎，投他一票啊！如果你这个地方只有二十个人，他睬都不睬你，你太少了。啊，早年我在台北有一次啊，那是国民党的时代啊，这个台北市党部啊，有个很高的这个身份的人到我们道场，也是台北市这个竞选市长啊，到处他们到处去拉关系拉票啊，到我们景美图书馆啊来拜访啊，问我啊，你们信徒有多少人？我说不到三百人，以后再不来了。你说我多神似？那我说我就这么小地方吗？每天讲经吗？你们看看我这能做几个人吗？啊，人多了啊，今天请你开会，明天好应酬不得了啊，那就苦死了啊！所以你个道场是二十个人的时候，没人理你，问都不问你啊。印祖这些教的这一招高明极了啊，在这个时代里头的时候，可以能够避免一切的干扰影响啊，让我们自己修行人心安理得了啊。道场不能搞得太大了，人不能搞得太多啊，那是自找麻烦啊。东晋圆公大师在这个庐山建第一个念佛堂，他还有123个人。现在印光大师叫我们把100去掉，只留20个人，我越想越有道理。啊，在这个时代真的是高明。啊，我们有志同道合有20个人，自己盖几个简简单单的小茅房、小茅棚啊，自己共修，真好，真有利益。啊，那么现在如果真的听经，听经目的在哪里？目的是在断疑生信。啊，你对念佛法门有疑惑，对西方极乐世界不了解，那要听。为什么？给你讲解说明。真正是没有疑惑啊，信心坚定了，不必再听经了。啊，那听经是打圆场了。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你看看，大势至菩萨教我们念佛，度舍六根，净念相继，就是一句佛号。啊，这一句佛号里面什么都不夹杂，才叫净念。啊，夹杂着经教，你的净念就破坏了。
不夹杂了，一句佛号念到底，他才能够念到功夫成片啊，念佛三昧现前，你就得受用了啊。这个念佛三昧就是弥陀经上讲的一心不乱啊，那么他也有功夫的前身啊，到相当功夫的时候智慧就开了。只要真正死心塌地一门生。那个时候智慧开了。事出世间一切法都通达了。那是真正的波斯。现在世间的波斯他不波，他只知道研究哪一门，只知道那一门，各行如各山。智慧开了之后，事出世间法没有一样不通达啊，能力也有了啊，福报也现前了。这个时候你有智慧，你有能力观机啊，换句话说，在这个世界啊，应该做些什么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怎么做法对佛教做出真实的贡献啊，正法救助啊，利益众生啊。自己有智慧有能力选择啊，知道怎么做法。所以真修实证，这是我们当前最重要的课题。每个人缘分不一样，但是会用功的人，无论是顺境逆境、善缘、恶缘，都是好的增上缘啊。那就是《楞严经》上所说的：“若能转无，则同如来。”你要能把境界转过来啊，这个是真正修学的功夫啊。无论是顺境、逆境。都能转变对我修行有帮助的境界，无论是善缘恶缘，也能够把它转过来成为自己的增上缘。你能学到这种能力，那你就无往而不利了，你在菩提道上就没有什么大障碍了，你一定会有成就。那么这个地方讲的舍利无畏，舍利如来，古地上所有的十种能力啊，第一种能力是处非处之力，处就是道理啊，我们一般人讲的道理，知道宇宙之间万事万法是什么道理
成就的。啊，怎样是合乎道理？怎样是违背道理？你有这样的能力啊？那么对一切众生来讲呢？知道一切众生的因缘果报，做善业的善果啊，造恶业得恶报，因果一定相应啊，不可能说是造不善业得善报，造善业得不善报，没这道理。啊，但是我们一般初学或者是社会上不学佛的一些人们，他们对于佛家讲的这个因缘果报他不相信，他说某人作恶，你看又做大官又发大财啊，某人一生 行善穷途潦倒啊，他看了不相信，哪有因果报应啊？殊不知呢，佛法这个因果的四根理都很深啊，因果通三世啊。啊，这个人现在的果报，他前生修的啊，不是他这一生啊。那我们世间人只看到这一生，没有看到前生，也没有看到他来生啊，所以就不相信了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前世修的善多啊，这是佛在经上常常告诉我们，聪明智慧法布施啊，财富是财布施，健康长寿是无为布施，人家前生修得多嘛啊，这一生当中果报现前，是这么个道理啊。这果报我们看得很清楚啊，有人确实发大财，啊，但是他并没有什么智慧，啊，你跟他接近他并没有，哎，他的财源，他命好啊，无论干什么，他的财源滚滚而来啊，命好吗？啊，这个命就是前世的业因，这也是得的果报啊。啊，我们也看到有很有智慧的人。啊，他没有财富啊，啊，一生生活过得很清苦，很艰难，啊，真有智慧，啊，那就我们就晓得了，这个人前生法布施多，财布施没修，啊，得这样的果报，啊，健康长寿啊，是无微不至的果报。啊，修什么样的因呢？得什么样的果啊？啊，所以这一生的果报是前世修的啊。这个佛法里头也常说啊，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啊。啊，你要想知道你前世修的是什么因，你这一生所享受的就是。欲知来世果啊，今生作者是因果通三世啊！啊，我们这一生起心动念所作所为，这修的因啊，这个我们自己很清楚啊。那来生我们得什么果报啊？那就很明了了嘛，啊，没有一点疑惑了嘛。
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今生即使修的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修的很多，千万不要去想来生的福报。那想来生福报啊，你就出不了三界了，你还要搞六道轮回啊。搞六道轮回享福啊，享福往往呢就把修福做了。所以你福报享完之后，恶业的就现前。这个佛家讲的时候，三世愿呢就这个意思。第一是修福，第二是享福。享福忘了修福，享福造业啊。不要说别的吧，就饮食杀生这个业就不得了。那有钱的人嘛，天天吃这些动物吗？穷人想吃没得吃啊。所以这个有钱有势的人造罪业容易啊。福享完了，他的罪报现前了，下一世堕三途啊。这个叫三世愿，这样的人太多太多了。所以佛教我们要知道求生净土，这才真的叫一了百了，这才是真正的聪明智慧，真实的福报，求生净土，不求人天福报，第二种叫业智力，业是造业的，就是知道一切众生三世因果的能力。所以佛教化众生方便。这讲到这个契机。佛对于每一个人，你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你将来的状况他都想着。这个现在呢，我们听到这些话能够接受。为什么呢？化身菩萨，他明心见性，见性之后，空间没有了，时间没有了，这个就讲了，时间没有了，能够看到你过去世，能够看到你未来世，所以教人契机。你过去世也曾经修行，你修的什么法门？这一世呢，借着再修就很容易。所以佛教人的时候，我们看到经典上记载的，有些人听佛一次经啊就开悟，甚至就证果了。什么原因？佛知道他的根性，知道他生生世世所修学的，容易契机。第三个是定智力，所以这个设立呢，都是智慧，那么换言就是智慧的作用啊，起的作用啊。佛知道所有的禅定解脱三昧，实在说
定就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啊，那哪有那么多呢？修定的方法不一样，就多了。啊，但通通都是得这个境界。啊，所以得定没有两样，修定的方法不同。啊，无论是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啊，只要是佛法，没有不修禅定。啊，禅定是佛法修学的总枢纽、总的关键。啊，我们念佛是用念阿弥陀佛这个方法在修禅定，这个一定要知道啊！啊，怎么知道是修禅定呢？这弥陀经上讲得清清楚楚吗？一心不乱。你们想，一心不乱是不是禅定？啊，那么在净土宗里面，方法大分为实相念佛、观想念佛、观相念佛、持名念佛。啊，我们今天选择的持名念佛，都是修念佛三昧，啊，都是在修定啊。然后你就晓得，佛法里常讲八万四千法门，那就是八万种不同的方法门径，修什么全修的禅定，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呀、啊！啊，所以戒律是手段，不是目的，戒律帮助我们得定。禅定还是手段，还不是目的，目的是开智慧。啊，所以真实智慧是从禅定里面得来的，不是你听得多、学得多，不是。啊，真正智慧是从禅定，是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不是从外头来的。我们的本有的智慧怎么会失掉了呢？就是因为我们起了妄想、分别、执着，啊，就是心动了。啊，这个妄想、分别、执着就像波浪一样啊，把这个心啊照的能力丧失掉。啊，这个照啊就是智慧呀、啊，所以。急而常照啊，急是不动啊，你的心不动啊，它就起照的作用啊，照就是般若智慧现前啊。啊，那么佛这个经上又常说，法门无量啊，不止八万四千啊。啊，那你晓得无量无边的方法门径，通通修禅定。啊，所以不但释迦牟尼佛49年给我们讲经说法说了这么多，啊，十方三世无量无边诸佛如来对法界啊无量无边世界众生说法，总不出。戒定慧三学，那所以戒定慧是诸佛如来这个教学的总的纲领、总的原则啊，决定不能够违背。我们要想成就，你一定要遵守啊，先从戒律上下手。然后你的心才能够定下来。
啊，可是现在呢，现在这个时代不一样了，私道没有了，啊，世间没有老师了。为什么没有老师呢？没有学生。啊，所以老师就没有。啊，我也常常跟大家说了，我还碰到，大概我是最后的一个学生，我以后没有了。啊，做学生的条件，对于老师百分之百的服从。啊，现在能找到一个学生。对老师的话能百分之百的服从吗？对老师没有怀疑吗？啊，对老师有疑惑，对老师的话不能完全做到，这不是学生，私道没有了，实在是难啊！我在早年啊，拜这个李炳南老居士为老师啊，跟他学教。那个时候我没出家啊，在家居士的身份拜他是老师啊。他给我开了三个条件啊，第一个。听经啊，听讲经，只可以听他一个人啊，除他一个人之外，任何法师、居士、大德讲经一律不准听啊，能不能做到？第二个，看文字，不管看佛经、看世间所有一切文字，没有经过他同意，一律不准看。啊，第三个条件是，那时候过去我曾经跟过方东美先生学哲学，跟过张家大师学佛三年，那个我不承认，一律作废。啊，你要拜我做老师，一切从今天起，从头来起。啊，你要能接受才行啊，你不接受啊，那这师生关系就没有了。所以这样的苛刻的条件现在人没有人肯接受了，所以学生没有了，老师也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中国自古以来的师承，我很幸运的沾到一点边缘啊。我跟李老师十年，那就是完全听他一个人的啊，他负责任知道啊，他要把你路指错了，他不负因果责任啊，很不是容易事情啊。学生为什么遇到好老师也学不成功啊？主要的原因对老师怀疑啊，对老师的教诲阳奉阴违啊，不能落实啊，所以你不能成就啊。如果真的能够不怀疑啊，能够依教奉行，那就是印光大师说的一分诚敬得一分利，十分沉静得十分利啊。那么这个沉静，也就是说，老师教导你，你到底能做到几成啊？你能够圆满做到，那你就圆满成就
啊，你做到一成，你就是一成的成就；做到两成，两成的成就，就这么个道理啊。佛法能不能兴衰？啊，个人能不能开悟，能不能证果，都在自己，不在别人呐。啊，老师只能教你方法，只能提供他修学的经过给你做参考。真正其如，完全靠自己。如跟佛都讲一个诚字，真诚啊，只有真诚你才能其如啊，不能夹杂一丝毫虚伪。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们总结大乘教学里头，把它总结为总的修学纲领。我们写了20个字了，好像这上面两边这20个字写在这上面。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我们要用这个心啊。不能再用虚假啊，这10个字反过来就是轮回心。轮回心学佛也是造轮回业啊，决定出不了三界。所以这边讲的是存心，这一边讲的是对事。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啊，那么依照这个纲领来修行啊，就是说把我们的错误啊，我们虚伪的心是错误的，修正过来真诚啊，染污的心是错误的啊，修正过来会清净啊，功高我慢的心是错误的，修正过来平等啊，迷惑颠倒是错误的啊，修正过来就是正觉，自私自利是错误的，修正过来是慈悲啊，简单明了啊。啊，最近这2-3年来我嫌的这个字太多了，20个。啊，现在把20个呢浓缩成4个字。纯净纯善。啊，我们的心要纯净。我们的行为要纯善。啊，用这个做目标就更简单了。纯净纯善是如来的性德圆满的心情啊，要远离一切不净不善啊，心地要清净，行为要善良这10力第4个呢是根之力。根就是根性。
知道一切众生的根性。根性从哪里来的？也是无始劫以来。与你修学生活环境有密切关系。这个根性当然讲的是习性，不是本性。本性大家相同的，决定没有两样。习性习性是受了染污啊。那么佛知道，那教学就方便。什么样的根性，用什么方法来教导。第五种呢，预知。这个预是讲的爱好。嗜欲就是你的嗜好。个人不相同，所以佛教人有善巧方便，知道你喜欢什么，教你这些方法都是你喜欢，喜欢就容易修了，不喜欢的修学就很困难。这个第六种呢，戒智力。这个戒是讲对于世间众生种种境界不相同。佛能知道。每一个人的境界他都晓得。而且境界常常在变更。真正用功努力修学的境界年年不一样。这是教学，确实一个真正好的老师不容易遇到他虽然没有佛那么高明，他教学的经验丰富往往他这个观察人是不是八九不离十他教的方法善巧让这个学的人能生欢喜心，能生信心学业道业能随着时日增长，收到很好的效果成绩。第七个是智处智力智处是讲的果。你修什么样的因，你一定会得什么样的果报比如你修五戒修十善那就肯定你来生得人天福报那么你要是念佛，对于敬重，对于阿弥陀佛，你真的相信，你没有疑惑你真的想去，就肯定你一定得生极乐世界欧耶大师在《弥陀经要解》里面告诉我们能不能往生呢？决定在信愿之有。你有真心，你有切愿，你就决定得生品位高下在念佛功夫的身前所以得生与否是在心愿有信有愿在努力念佛，那是增高你的品位什么样的因有什么样的果报，
一点都不会差错的。第八种续命之理，知道众生生生世世的一切状况。那佛这个能力大了，这经上常讲阿罗汉能知道一切众生的五百世，五百世以外他就没有能力。如来古地上是没有限制的，没有极限的，没有不知道。你要是遇到佛，你生生世世无量界前的事情他都知道。那么像这些事情，现在西方这半个世纪里头有不少人在研究前世今生。他们用最多最普遍的方法了，是用催眠。催眠也是一种定功，但是那是用外力加持。在催眠深度催眠之下，这个空间时间突破，能够说出前生的事情。我们在美国这个报道里面看到，只有一个人，他能够说出好像四十几世以前的事情，推算年代的时候4000多年，80多世。80多世的这个4000年之前的事情，这生生世他都说出来，就证明人确确实实有前生的，既然有前生，当然就有后世，来世这个科学还没有办法测验的，能够测验你过去世，一世一世的，能让你自己说出来，这个修行正果的人都有这个能力。这第八呢，讲续命。续命之力这是刚才讲的续命之第九是天眼。天眼之力，能够见到一切众生。生生世世轮回生死，所有一切状况没有不知道的。不是说看你现在，还能看到你过去世，也能看到你未来世。所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几乎都有这个能力了。最后一种呢，漏尽之力。这个是知道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自己的烦恼习气断尽。烦恼习气断尽，就是如来果地呀。等觉菩萨还有一品生相无明没断。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待业往生，决定不要怀疑。凡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不待业的。通通是待业。就是文殊普贤，这个我们在华严经上读到的，他们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待不待业呢？还待业。他最后一品生相无明没破，他带了一品生相无明去往生极乐世界，哪有不待业的？不待业只有一个人，阿弥陀佛不待业。除阿弥陀佛之外，只要是菩萨都待业。那么换一句话说，
四徒三辈九品啊，其实就是给我们说明待业多少啊，待的业多品位就低，待的业少品位就高啊，品位高下是从这儿来的啊。因此我们要想做到不待业，那是不可能啊，决定做不到的。只希望呢我们待的业能少一点就好。啊，这个在日常生活当中，特别是在起心动念之处啊，要学什么？学看破放下，放下就业就少了啊。那么要真正能看破，看破是学问啊，看破就是对于事实真相了解啊，至少我们知道人生苦短啊，寿命有限啊，我们熟悉的一些朋友道友们啊，今天我遇到一位同修从加拿大来，温哥华来，这个地方早年我每年都会到那里去讲经讲一个月啊，以前那些听众那些护法的时候都不在了，都走了，所以现在也没人请我了啊，人命无常啊！啊，所以想想这些人走了，他带什么去了？一样也没带走啊！啊，我们要是看清楚这些事实真相，与其到那个时候逼着你，你不得不放下，为什么现在不早一点放下呢？啊，何必到那个时候被死神逼迫你，你不得不放下？啊，现在痛痛快快放下多好呢？放下就自在了。啊，把你的欲望放下啊，把你的妄想分别执着放下啊，大概最难放下的是亲情啊，亲情也要放下，要不放下的时候你不能往生啊啊，所以要有智慧，要看清楚，我到极乐世界我才真正能照顾自己的亲人啊！我有智慧，我有能力照顾他啊！现在你怎么样爱护他也没用，到生离死别的时候，谁也没办法照顾谁啊！所以你能放下了，真正是圆满了啊！放不下了，那是错误了啊！放下就少待业了。现在时间到了啊！